大家好，我是沙迪。有很多人呢问我新疆什么时候最美，最值得去。我想说呢，新疆一年四季都很美。作为一个八年的新疆领队，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我眼里新疆每一个月最美的地方。四月到六月最美的地方，伊犁河谷。七月到八月最美的地方，整个北疆。九月到十月初最美的地方，阿勒泰地区。十月中到十一月最美的地方是整个南疆。十二月底到三月最美的地方，阿勒泰地区。关注我，下一期分享详细的路线。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。